好，欢迎回来，各位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天元围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第十一届阿含铜山杯围棋赛的八强赛的比赛。那么我们给您介绍的第二盘棋呢，是由常皓九段对陈耀烨九段。那么这两位选手呢，我觉得其实再多介绍呢也是多余。没错。但是呢，我觉得对陈耀烨呢还特别多说一句。因为他在前大概也就一两个礼拜吧，在这个中韩的江苏的同里，同里镇上，他中韩天元的对抗，那么他是天元战呢，他是战胜的是对手是古力。堂堂正正，无话可说，而且是2-0赢的。对了，2-0赢的古力，你没什么话好讲。没错。那含金量很高的天元。含金量很高。那么他的这一次的中韩天元的对手呢是江东润。哦，江东润也是韩国棋界一个赫赫有名的棋手啊。他而且是第一届2008年世界智力运动会的男子组的冠军。哦，所以他男子组的冠军，他的征途上也有鼓励给他的贡献。哦，那么这个比赛结束了，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呢是耀烨2-1战胜江东润。所以说耀烨无论是在自己国内的天元战夺冠，还是中韩天元战夺冠，他的这个确实刚才说的含金量都是非常非常高。对了，还注意一条，江东润在就是说今年的富士通杯当中，战胜了李昌浩，获得了富士通杯的冠军。所以说呀，所以他这个天元，而且呢这个呢被中韩两国媒体呢炒作为是什么呢，好像新生代啊，初次试试水，看水深还是水浅，我该怎么游？是水把你淹死呢，还是你驾驭了？劈波斩浪，劈波斩浪驾驭了它，这就不一样。那刚才我们在镜头上啊看到了，现在是常皓，对面呢是耀烨。不过我觉得两人看起来很有意思，耀烨呢看他很高，但是他又很瘦啊，看起来呢很文弱，而对面的常皓呢看起来呢就当然现在就是个大块头了。对，但是这个是中国棋院2011的对局史，是的，这是陈耀烨。陈耀烨很高吗？这他多高？你是他的队友啊？我觉得，因为他看起来他是瘦高的，就是瘦长型的。我觉得他怎么也得有1.78米以上吧。我感觉啊，那么耀烨呢？我觉得他的现在是很年轻的一个九段。那这个九段呢，是因为他的成绩出色，所以他没有通过很多年的段位赛的征程，就升为了九段。他是获得了两个亚军。对，世界亚军，获得了两个世界亚军，一个呢是输给古力，对，那次是一个什么杯来的？ LG 吧，LG， 另外一个呢是那个亚洲杯，对，孔杰的冠军，他也不是他列为，他当成是那个什么的，当着那个来算世界比赛，结果两个亚军呢之后呢，他升成了九段，当然其实要也具备了这个超一流九段的这个实力。好，我们来看他们这盘棋，是陈耀烨的黑棋，星是。那么常皓呢，其实最近啊也是在接连的征战，他呢先是前一段时间是在哈尔滨这个生活家杯，然后呢凤凰上呢他也和于斌九段，这个对争夺了一盘，他们争夺中国第一家庭。对。因为张璇呢赢了于斌的夫人袁那个王艺兴，那么于斌的女儿胜了常皓的女儿，胜了常皓的女儿，这样的话1-1就看先生的胜败。没错。结果最终呢，常皓没能抵挡。没能抵挡住于斌，只能屈居第二家庭。对了，他们开玩笑，有的主持人讲的挺逗，在凤凰的主持人很逗，他说：“常皓这一家庭通过这个一个比赛啊，获得了第二家庭的这个屈居第二家庭的这个称号，好，有没有点委屈啊？”那当然，我们想想啊，无论是常皓也好，还是张璇也好，这当然是中国男子和女子最优秀的选手了，都是。
是，嗯 嗯, 嗯，他们两个加起来，我觉得其他如果光是两人比赛，嗯嗯，其他人可能。当然也有可以和他们较量的，对，但是能不能赢就不知道了。哎，好，我们来看黑棋小目，白棋是二连星，嗯，一挂挂角，然后呢二尖高架，这招棋啊就是简简单单单的五六手棋，嗯，这里边已经充满玄机，包含了好多内容哈。哎，华老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对，其实真的是很简单，这个里边到底有什么玄妙，有什么玄机？最简单的来说，嗯，它这个卦它是希望你硬，比如说走这个，那它一定是要走这一类的棋吗？对，基本上是在这儿。这是他的如意算盘，所以说白棋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手棋首先的目的已经破坏了黑棋的意图？没错。嗯，那么他是破坏他的意图，他自己呢也有意图。嗯，他希望你的三三一点角。啊，好，我觉得这个摆一招就够了。嗯，他希望你三三一点角，哎，那么他肯定是先手，对不对？对，然后他抢到这个卦，抢到这个卦。他觉得很满意，十分的满意哦，十分的满意了，已经是。哎，因为这个地方是先手的时候啊，嗯，这个角只要被挂着，通常我们说就是当我对着的这个角能被我挂着，对了，是我最满意的。假如在这儿，哎，可能就没有刚才那招棋，哎，那完全可以下啊。所以基本上在这里的时候呢，基本上黑棋啊很少有这样的，不能选择这个下法，哎，也不能说绝对不能，反正少，但是不太舒服，少。嗯嗯，好，我们看看黑棋走什么呢？黑棋就是不想让你挂着这个角。对了，嗯，你如果要在这一带走棋，那么我就去连骗。嗯，看看现在呢，他面临两个选择。嗯，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他又有玄机了。就这时候啊，你也可以选择，我就当着不看见，我还走这个。可是华老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把这手棋拿回来，对，那走黑棋走这个，白棋分头。嗯，那么黑棋现在在挂角的时候，白棋会不会选择这个二尖高加呢？你这个理由呢，说得非常的透。嗯，我很赞成的。就是实际上来说呢，他的棋的道理啊，还正在这儿。嗯，黑棋就是考虑到这一点。对不对？你如果再分头，对吧？啊，当我这么挂的时候，本来我走走这个，相对来说这个地方，在下边这一带啊，属于就是黑棋的势力了。对，然后白棋还要走过来，对不对？还要来。嗯，这从道理上来说呢，是一个勉强的、无理的下法。嗯，所以说，那么道理又反过来了。那么他就叫你达到这个目的。嗯。还有一个，他让你呢，到底走什么？啊，这个地方呢，无论是小飞也好，还是像他实战这个尖顶也好，还有一招棋走在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呀。嗯，对不对？你搬我藏，你藏我走这个呀。那我这家的正是什么？也是地方啊。嗯，正是这样。是。因此，这样的这个棋呢，就说选择很多。嗯。他给你很多选择的这个机会。嗯。但是长浩呢，我估计呢，他是这么想的。嗯，因为这招棋为什么二尖高加呢？同样是加，有很多人是一尖低，原理跟刚才一样。那么当你也黑棋也走这个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他是走这个的。嗯，这个棋我们见的很多。对，那这手一尖加你要走这个，我二尖高加我不是也可以走这个吗？也走这个，他就觉得嫌松弛了。哦，比如说以后人家要是走完这个再一对连扳，对，这我容易活。嗯，我哪怕就飞飞尖尖顶，很容易就把形给整出来了。这个还不知道谁攻谁呢。所以说这也是白棋的一个，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他二尖高架呢，我想他是认定了我可是要走这个的。哦，这时候如果你要是藏起来，那我一跳，我加的正是地方。对了，嗯，而且加的正是地方，而且你现在我已经有我这个了，你再挺起来，我是绝不走这个。对，我要走高位，就是对你的威胁更大。对，嗯，但他一定是在这儿。嗯，你走这个，你还会正。对。那么这你啊，浑身都是你有道理。没错，我一走到这，你还有什么招啊？你不能这么跟着我走得太愚笨了。是，对不对？我跳这个，你跳在这儿，这棋一看就是精神障碍极大，这棋就是好像跟屁虫一样。
其实所以呢，我们这么绕过来绕过去的一说哈，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排除了一点，就白棋现在首先不会在这分头，他不愿意啊，这分头就不愉快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当白棋走这时候呢，也说明了黑棋呢不太愿意长，他不太愿意长，哎，这个结论就出来了，对，好，现在呢，当他走这个的时候，哎，其实黑棋也没有去连片，他从这边挂过来，他想先把你这个地方，哎，给你分分开。哦，同时是不是也是看看你到底这个地方你想怎么定型，我再决定我这要不要长。没错。啊，我们看这地方，他不见得长，他还有可能，就是他有可能走这个呀。哦，让你走这个，那我这边就可以拆了。还要往脚里飞，给你让你接，给你尖三三的机会。我想这手棋呢，可大家也能感觉到，就是对白棋来说，如果这手棋我要在这儿，我尖起来还比较愉快。对，对。可是我这是一个虎口，这个间距实在是。但是你不尖呢，你就别客气了，我还是要尖的。而且以后还要长。要长。哦。华老师，您这个有点太狠了。对。那么我们看看啊，对于这手棋，白棋愿不愿意让黑棋将来走成这样呢？白棋又来了一二尖高加，今天长浩好像似乎对这个二尖高加很喜欢啊。这个就是一种心情嘛。这个不是说一定是好，一定是坏，对吧？然后呢？当然，如果有了这手棋，你再走这些棋呢？他可能招法就会变了。现在他。他来这个高位的反夹，靠，然后他直接点脚，直接点，这招棋够狠的。哎，华老师，好像对于这样的棋哈，比如说如果要是走定式，那不就是这样吗？走，然后一双，然后往这里脚里飞，白棋呢把这一拐住，对，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常，就是以前常见的一个定式啊，常见，确实常见。他可能觉得呢，这个当然也可以啊。那么他实战呢，他就觉得呢，他也用不到扳，他觉得这样挺好。现在我直接点三三，你是挡还是走这头？对了，你如果挡，我当然就爬过。哦，如果走这个，那一爬过，我觉得黑棋，时控好像有点损的有点大。对，白棋有点损的大。嗯，你要一骂，我就走完以后。对。就虎一个吧，对，有可能虎一个，你还得打一个，我就接上。对，马上不久还要翻上来呢。对呀，这个你又没有心情去走这头，还要从那边去加。这个外事呢，要结出果实来，还不知道哪天的事儿呢。是，长浩决定忍耐。那么他是单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的意思呢？这个棋呢，它能够不走这个损，然后让你呢也不好补啊。要补的话可能积极一点，有没有可能在这儿？在这里呢，其实没补到东西，人家将来再一扳，依然有扳。哎，你的味道很坏。但是补在这儿的心情没有，似乎对对，因为如果是有扳了长了，你再补这个是有这个心情的。对，这手棋人家是没交换，你损了一下。但是长浩下一手棋呢，同样是很积极，也很凶。是。他在哪呢？虎住。你不是老惦记着，要么长起来，要么从这儿反挂我吗？对的。我想这四手棋对于白棋来说是，效率相当高的，四步棋了。形状是很不错的。是。那么这一来呢，陈耀烨一看呢，不着急，我也占大场。虽然你很大，但我也很大。我也很大。白棋从宽的一面挂过去。这种棋呢，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当黑棋一面走着新或者新下三路或者四路大场的时候，第二步呢就是小飞。这是一个绝好的一个搭配。它的形状呢，跟无忧角的搭配呢，基本上差不多。也就是说呢，其实是两翼张开了。是。现在的棋理告诉我们，这种棋啊，放在这里啊，未必好。点三三。哎，三三一点正好。所以呢，宁肯走在这儿。不要去卡速度，挺好，就这就好。他已经不舒服了。所以。而且两边你看，这是中心点。是。这个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更好了。
对，脚里面连肉都没有。但是这样的话呢，也已经够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白的就要挂过去，挂一下。而且关键是我们看到现在全盘啊，白棋没有就是在这些地方，没有让你觉得说有比那个还要大、还要急的地方了。他没办法，他就走。然后，哎，华老师，我有个问题哈，可能会不会有棋友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现在我这位置高，那我可不可以考虑，哎，这样一个高低配合还加工着白棋呢？比如说走这个，走这个。有没有可能呢？这个呢，实际上来说呢，其实是很怕他点脚的。哦，特怕。点脚点出来了之后，跳在这儿，自然的就把你这边的威力给消了。这边已经威力啊，已经减掉了60%了。哦。只剩下这个半边了。而且这边呢，关键是呢，还没围上，人家一打入，随时打入一样的。这是假的。你走在这儿，他也有打入。对。现在呢，很多棋理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包括我小的时候也学，要高低配合。对。现在我所知道的很多时候呢，有的时候就要滴滴配合。对了，滴滴配合。那么你真的有些地方呢有力量的这个时候呢，那你比如说要高低配合，这个也高，这个也高，你应该在这儿喽。对呀，高低配合。程耀烨呢选择的呢就是高高配合。所以这个地方的棋理呢，我看，这些所谓的棋理呢，不学也罢。是，其实呢，有些东西是不能死记硬背的，一定要根据你周边子的配置。那么，其实这手棋呢，基本上可以看成是白棋的绝先。对。那这个地方马上就要搬下去，黑棋用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最最最最复杂的变化的，这个地方呢，我其实自己本身啊也不太懂。哦，哪个变化？就是，就是说直接拖在这。拖这个，拖这个，大家看啊，如果你要走这个，那被我一退，对，便宜了，一定我想把白棋给它搬进去。这是最狠的下法，但是这个地方呢，我确实不是很懂。对，然后呢，人家就以就要搬你。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不清楚，有可能我的直觉呢，以现在这个场合呢，你长那是肯定不值钱的。连扳被上打，被上面打，关键不是三路打，你不成立。我的直觉呢，这地方我没仔细研究过，但是我的直觉呢，黑棋是应该下这个。哦，加这个哈，这才要连扳。好，我们来注意一下，为什么要加这个呢？假如你走这个，对，已经防了刚才吃完以后一吃。对。那如果我不走这手棋，我要走这头，这被吃进去。大概就这意思。哦，这种转换。但是这里边呢，是不是还有别的变化？我也不很清楚。就是换句话说，还接牢呢。接牢，我会接这个。还跟你顽强，就是接这个，然后待会儿有断。这里边仍然有些变化，并不是说那么简单的。比如说这招棋让你接牢，你觉得有变化？那么，比如说，我能不能走在这儿？哦，如果走这个，我要接上。那我要接的呀，我这里要冲你啊。这个地方呢，给大家一个参考。我呢，这个地方啊，我就抛砖引玉，供大家呢去研究。这个地方有可能有这个。那么再反过来，徐云啊，当你毫无意识的，人家一盖你就搬，人家一长你接着再走成这样，这个地方就十分严厉。马上就来了。他不是说走这个随时让你走这个，他关键要下在这儿。而现在他之所以不敢走，是因为他没有交换这个。没错。黑棋有其他的下法了。他有这个可能性。你看，要叫你这个地方再接住。哦，那这个。那给你一条。是给你一条委屈的路。爬出来啊。对不对？所以心是很善良。这个是黑棋是很屈辱的，其实。对了。就是他要叫你这样。是。是吧？所以这个地方这招拖不可不明白。那么也就是说，当你交换了这手棋之后，我们就要防这手棋。对。那么也就是基本上有了这手棋，你要补一手。其实对，现在这两位选手呢，显然对这些变化他是很明白的。那么我们这里呢，今天也不是这个型的专题研究。所以呢，我们就但是呢把它点到。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棋友们
对，好好的来研究一下。早期有研究，或者找资料。还有一个早有的棋谱是有这招棋的。是。这招棋啊，走这个他是不怕的，他要加你。这个、加。他不怕。那么现在长浩呢，可能也是出于无奈，他只能走这个。那么帮助黑棋补黑棋，这一下呢心就踏实了。哎，这个黑棋呢他是不难受的。是，然后他连上来了一个低低配合。对了，这时候就不能高低配合了。这高了没用的，这花架子。是，不实用，被人一点进去。哎，低低很实惠。是，这个地方他高高，他低低，你看。嗯。但是呢，像这样的棋形呢，特别是这儿有一颗子的时候，这样的棋形。也并不完整。嗯，对，以后我们会看到的。嗯，好，他现在呢走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黑棋啊继续抢占大场。嗯，他也要强行的两翼张开。是，那么白的呢，他就呢必须要保持住自己的幅度啊。什么叫保持幅度呢？就是你自己你也得有一定的空啊。是，像这种地方如果不走的话，其实很简单，是不是人一打入就可以了？不，我估计他怕的是这个。哦，长出来了。嗯。哦，现在长，如果你跟他作战，他跑出来，他很厚。对了。对了。你要一走这个呢？那他就要搬过回去，可能也大。嗯，太大。或者还有一个，有没有可能长了之后再长，我就不知道了。哎，那华老师，您看他实战走这个，难道我就没有这个了吗？他准备要立的。哦，仅仅是因为这多了一手棋，我就要跟你作战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哦。走，他要查。哦，就是这样出来的话呢，本来这个地方是要被人家的。他要进攻你，对。哦。他硬要攻你。嗯。他不会再这么简单的，你一长，我永远就是上边贴。是那个底下的空，特别是有了这手棋之后，嗯，你一长，我更不会从上面压了。嗯，他还是很大。嗯，好，我们来看看黑棋。黑棋，哇，黑棋根本就没看见。这种地方呢，是程耀烨呢就在跟长浩比胆量，嗯，比大小。对，我就是要围啊！你再怎么实惠，我全没看见。他认为我的空比你大。是，其实就这样看起来，我想从直观上看，可能也真的觉得黑棋，嗯，因为他站到了中心点，对，所以他就是看起来比白棋要大一些似的。嗯。但是我们也不妨说，嗯，这个棋白棋啊，嗯，注意它的形状，它的子啊都在四路上，是，如果都成空，效率非常相当高，相当可观，是。那么面对黑棋这样的一个幅度啊，这个网马上又要封口的时候，嗯，你必须要赶紧进去了，嗯，否则待会儿晚了棋就有危险，嗯，白棋打入，打入，嗯，啊。黑棋是没有走这个，他一尖加，对，黑棋拆一，对，白棋跳起来，黑棋再顶，黑棋拆一呢，其实他如果盯呢，他防，怕他靠，哦，一靠就靠出眼形来了，对了，所以他要在这，他现在是不怕你往底下走的，嗯，嗯，他这地方比较，他是很可能盖住，嗯。很可能盖住，这个幅度依然很宽。嗯，然后他这里走了先手之后，他这里不会再走了，不会再落后手，他还是要打入你。嗯，大概是这个思路。是，所以呢，现在对于白棋来说，主要的空是在这儿，所以他要跳起来。跳棋，砸丁。哎，徐云啊，哎，现在我用到你刚才这句话了，高低配合。现在就把空围起来了，它是高和这个低的配合。对，这个地方不能再不走了，如果再不走，那真的被人飞进去，你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了，所以要走这个。那么这个尖呢，也是一个这样形状常用的手段。嗯，这棋呢，普通呢，嗯，这种形状呢，可以说这叫飞啊，是一个拿起来子就想往上下的地方，是吗？没错，这是一个所谓必争的，真的是想，有点像垂涎欲滴。是，嗯，但是现在呢，对于黑棋来说，他为什么没有马上走这手棋呢？我觉得是他，觉得可能被他多了两个子之后，到底有好处没好处，他不知道。将来这个地方还有可能有靠断啊。对了，他担心这个事儿，所以他这里暂时不走。而且这个人家一跑出来呢，你还攻不着。其实他忍耐了一下。好，现在呢，黑棋你把我打了，我也要把你这块棋
对了，打掉。你这个子啊，都是走的那么高。其实走在四路就怕人家三路有子儿啊。对，走四路就怕三路掏，走三路呢就怕人家五路正。对，就把你限制住了。哎，或者来兼冲你，这个是一个铁则。嗯、是。那这个地方假如说你说我把你震进去，但是他好像很容易大飞就活了啊，很轻松。嗯，这个棋手这些基本功啊，那是不是熟不是熟。对，嗯啊，先确保实控。嗯，跳起来。好，这时候呢长浩又面临考验了。对呀，你这个棋啊，你这个棋啊，很多场合呢、像这种跳为了防止他飞，嗯，是从这先尖顶啊，然后呢他如果立，那么他再攻。嗯，就这样你跳的话我尖着了一下，你的眼没了。对，而且特别是在这个场合下，你看他我很厚了这地方他不怕。嗯，但是呢我猜想他很可能是怕什么呀，这么一来人家先手了，回家了。哦，这个地方呢也我也不能说一定就是能够阻止你度过。嗯，只是什么呢，用这个咱们这文绉绉的话来说啊，各位棋友、叫做设置一下障碍。嗯，让你味道变得坏一点。嗯，至于说这个效果是不是一定达到、我这愣打上去我是不是一定要反打，这不知道啊。嗯，不要一听说哎，这话你刚说的这个地方先是阻住他一下。还有一个注意，职业棋手啊他最不肯下的是什么呀，就是走这个之前啊、扇上去。哦，这个有点俗，这个、感觉俗、这个不就彻底的不让他渡了吗？但是呢事情啊，这个地方围棋上的这些地方充满辩证的哈。对，非常辩证。他、是什么意思呢，你不让我渡啊，我不渡我就不渡了。嗯，我也知道渡不过。嗯，我还会想渡吗？那么我就，但是我有其他的，我就会想着别的方法。是，但是正因为比如说这里没走，嗯，那么他就心里边想着呢，这地方可能有别的用啊，万一我接住是先手呢，我这里有点啊，大家看到，哎，这里脚上掏掏呢，嗯，或者是根据需要他这个地方虎了呢，嗯，都有可能，对不对？都是不一样的。是，而其实像现在这样的形状呢，黑棋根本也不怕白棋走这个，对，就走这儿，你再吃我什么一点，哎，这里面味道是非常坏的，对。所以他这一连呢，他就只怕他连上了。没错，所以呢，这个也是他为什么不尖顶的一个原因吧。嗯。啊，那当然了，这个地方你不走，黑棋什么时候往里一飞啊？这个地方眼形。对啊。可能就好得多。但是白棋恐怕也没有心情自己这样像那边似的黑棋盯一个。对，你这是单关，他是立二拆三。是。所以像这些地方效率不一样，都是不可以叫条。好，那么我们看看白棋现在开始把它给这个缠绕分割。这招棋够狠的。嗯，而且他这招棋啊还有呢，其实向这个地方送去声援的意味。哦，他要给他这个地方送去声援，是你敢不敢冲过去啊？这个我觉得可能反而在帮白棋走棋。对了，他就顺势。是。这个地方那就是完全是把老子的老庄哲学都用在这，顺势而为。嗯。对不对？绝不勉强。行其自然，这个是。对呀、啊。嗯。好像什么都不作为，但是很自然、啊。你要走这个，我当然就走这个。对。那么。黑棋当然不能再凑白棋的调子了、啊，大家看到他们在跑的时候，全部是用这样一个小尖的一个手段，那么作为长浩这个战斗的成果呢是有的，他贴回来了。本来你走这个黑棋一定是要扳你或者我退一个的，那是啊，现在这个铁头大家看啊，一方面第一继续保持攻势，是，第二声援右边， 对这个地方送去声援，这个所以下法非常值得赞赏。好，我们看看现在啊，他是从上边再把自己的棋形走好，做一个小猴子脸。是，现在白棋走这个，白棋走这个其实还在防着黑棋的这个长、是不是？没错，他就是这回他要再长出来，可就闹笑话闹大了。那你这三颗子也不活了。对了，因为你连这个都不活啊，所以他这个飞啊，你别小看他，用意很深。对，
好像是步子很慢，其实是很苦心，是很有道理。嗯，他做这个，嗯，然后呢？哦，他一看这地方你已经厚了，所以我让你厚上加厚是吧？对不对？我再走了呢，没有凑你过厚的嫌疑了。哦，另外他是不是也防着，就是说待会儿你要打入，这个极其机敏。哦，你现在啊。再打路啊，嗯，他根本是连盖都不盖，哎，通通吃光，嗯，再一尖通通一跳，嗯，你越走这个你还长的，你还飞过呢。可是如果要没有这两手棋交换，人家这个打入呢可能就会比较厉害，因为有拖过。 他这招棋呢是非常的机敏，嗯，又二路又来一下。哦，这个对做眼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这个地方如果他将来需要做眼的话，嗯，他这个地方还要收官子，叫你接牢，嗯，尖要这么收目，把下边的眼做出来，上边呢只要做一个眼，嗯，就是做活的时候随时不能忘记要比控，嗯，其实就是永远要保持一个每一手棋能保持一个高效率，对，好，一飞一打，还是要赶紧出头，这个地方被白棋震进来，黑棋还有一定的危险。他这个棋呢也是规规矩矩招，嗯，因为人家已经越来越厚了，离他厚的地儿一定要远一点。对了，嗯，小尖下到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啊这个棋啊双方啊我觉得都是模范，都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而且都是本手是吧。下对了，对了啊，那现在盘上白棋抢占了最大的一个地方了。他实际上呢是走的这个，是这张棋呢，天知道呢，他有没有一些别的下法？华老师，单从目数上来说，我想那手棋可能肯定是大的了，或者非常非常大。我指的是，嗯，有没有在这一地方先手走一个的好处？就是说，如果能交换着一个，是吗？对了。啊，我觉得走这个你得理吧，你不走的话我这个一碰你不会了。我得硬一个。嗯，你基本上要硬。对，我得硬一个。硬的话呢我再点脚，你也只有跳啊，跳这个，或者是你可以考虑走这个让我少一点利用。嗯，那么我这招棋呢我以为嗯是便宜了，嗯，你我再点脚，再点脚，我相信你啊还是不会帮助我。这个你帮助我，你拿着我这个三个烂摊儿。华老师认为这三个子是不值钱的是吧？不是，你要把这个东西要攻我，通过攻我这个差儿来自己成控，不是太容易。这个叫且呢。嗯，咱北京话说还行吗？行，是不是还且呢？行，且呢，对不对？就还需要很长时间。这个一走那就爽了啊。对不对？这我的感觉呢，这个地方总是要先走这个。可能啊，他觉得你当时都不肯走这个，嗯，那么现在这手棋呢，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你走在这儿呢，我往这边跑，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嗯。但是也有一点点担心是什么呢？当你走这个的时候，冲断，有没有可能像吴清源的这个说法一样冲断？但是这个冲断，我知道。断，你长，啊，我再跳过，再跳，哦，这样就让你多花一手棋，我有引征是吗？我手脚，我抢到先手了，我手脚了，但是这边呢，我就当成自己是确实活棋，哦，不是，这个这地方就留给你，我已经补了一手了，嗯，我就不信那些，你能把我攻得怎么样？我这还藏着个后手眼呢。其实通过这个交换，确实白棋现在看起来呢，这个地方是厚了，便宜了，嗯，但是差了一步先后手。对了，就是这步棋的价值。对，啊，到底值不值得去冒这个风险？有没有这个？然后呢，我们呢还反过来，我们再说，如果你跳，他也必须补，那么还行。但跳，我相信他一定不补。他跳，他可能基本上不会补了。对。再碰，我想法度过还能有招的。对。对不对？对，所以你这脚我没法补了。嗯，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实在非常微妙的地方。是，他是点脚了。尤其是现在呢，我搬的时候黑棋不太可能从这边走。嗯，那么
这个点完之后呢，白棋其实就已经强了。嗯，要不然华老师这手棋被黑棋抢着啊，真的一会儿这个地方一靠，白棋自己还是有点薄的。嗯，这地方还有点异想天开的是什么呢？这棋啊有没有走到这儿？干脆走这个呀？嗯，走这个的话，他会走什么呢？你挤，对，挤一个，我就走这个，我倒着来。那我就。扳我打接了，打完扳住，扳住我打吃。我虽然没度过，你的空也不完整。嗯，我觉得这地方要跟你搅和两下。这有可能，这也是一种思路。但也许他会觉得这三颗子现在太薄了。我不薄，这个地方不薄。您觉得不薄？没事。有这个铁头呼应，然后有这个地方的弱点。嗯，这地方薄是不薄的。抢就是，这地方你如果走这个，我就走这个。你如果单走这个呢，我再扳。这个您就不好办了，你再挤的是我双虎，你搬我也是虎，这头我要搬出来。但是华老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我现在搬您虎，我打吃，接下来我再走这个，这个棋本来您应该在这儿的啊，结果您现在走小了，那搬我就退一个呢。但也有可能，你别说，还是也有可能，是吧？啊，单走在这儿。对呀。啊。我就硬一个啊，也有可能啊，你就老实硬。我就硬一个啊，也不走别的花的。对。哎，现在呢，总而言之，这个呢是正常的下法啊。嗯。那么黑的拐极其正常。是。走，打掉。接上。那么，华老师刚才一直强调的这个，现在被黑棋抢到了。黑棋获得了带望的一飞。嗯。而有了这手飞呢，可能是不是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它会自然的，也就在声援这块了。有一点这个意思。哦。有一点这个意思。看看白棋现在，啊、还在往这里边渗透。他一想也对啊，这个地方因为你攻起他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棘手。要点，而且这一走完以后，这个木变大了。注意我们的选点，就像这种地方啊，第一保持自己有气。嗯，你要如果走在这儿，为什么不合理呢？你自己就把自己的气都是撞的，是，那肯定不会好嘛。一定要走在这儿，走在他的地方，把他的眼也破了。眼形的要点上。哎，所以他呢想扩充眼位。嗯。程耀烨呢也很天才，直接就来一下气掉，也不想走别的了。其实就当你打吃了一个。对了，你这时候只有打呀。是，那么上面呢就会生出一段，以后这地方是有一些先手利用的。嗯，这个药业很有天才，马上就开始抠木，扳退。哦，走这个，这地方如果不走，白棋走这有先手味道吧？也绝后。绝后啊，那我要走进去，不是还威胁您呢？绝后，但是绝大。绝大，所以这手棋。这个地方如果是先手的话，啊、那就是。白棋也早抢了哦，所以他现在不管是不是先手，绝大的一步棋咱们也要抢，待会儿还要有这些味道。对，但是现在你走了我就爬，好像要有特别大的棋，似乎现在也不像。现在这个地方呢，黑棋啊，他通过这个飞了之后，通过拖之类东西啊，注意他这里啊没有下过棋啊，对，黑棋没有花手术，对不对？嗯，还真够绝的，非常顽强，若无其事的就挡住了。对，他觉得反正这些地方点也无所谓。那么我们马上要想的一个事情就是，他难道究竟不怕点吗？啊，点的话，华老师，我会不会就……我估计他理都不理就飞。这个地方首先你这个没有啊，因为这个打吃是先手。对，那你要想走的话就得断。对啊，断的话呢，这个他有没有可能爬回去呢？嗯，也我也不是特别有可能爬过。如果再退我就再爬再顶再渡过，拿弯是不是一定能跑出去呢？嗯，这也没看清，这地方估计是他的算路了。但是八成呢，他是不会说在你点的时候我就这样接一个，哎，这自己形状接成一个鱼形，特别笨重的形状。只是告诉大家不可能。嗯。但是呢，我主要为什么想这么多呢？嗯。长浩的实战的这个下法呢，我实在不太能赞成。好，我们看看他实战走什么啊？实战他呢，先在这刺一个点，他接牢，接上。他可能啊，读秒中间也没有看清楚。
哦，这个有点让黑棋太安心了嘛，太帮忙了。哦，这地方虽然不见得有这个，但是你也不见得没这个呀。是，你再譬如说徐英啊，你思想再解放一点，嗯，我走这怎么样啊？然后如果我要走这个来啊，啊，走这个就有可能活棋了，脚上争取活啊，蹦出一个活棋了，有没有这可能啊？有，因为走这个时候哪怕就直接爬到里边也有点棋啊，都有点棋，你要打我就反打你啊。是，那这个地方而且也有可能会什么藏这个也不见得没可能啊。嗯，为什么没可能啊？你走这个，因为你尖这地方，那我看最稳当的就是走这个熟的，你这是只有打嘛。嗯，我就这么打你提了，那我再走这个，基本上眼位也就出来了。是，那么硬要掏对吧？也就是说其这个只是给大家摆了一个参考图，也就是说这里边呢是不肯轻易的让黑棋就很轻松的把这块空围上。 还有一个，你当你已经有这个的时候，我靠，你还要想总是我的时候，我比如说就很幽默的走这个啊，等你走这时候我再走这个，你这时候不是还得单张吗？我走这个没错，对不对？这个地方的味道起码是坏的不得了。嗯，是，是不是？不过我觉得华老师有可能常浩啊，他在下这个棋的时候啊，第一呢读秒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第二呢可能他还是非常担心自己这几颗子的，毕竟呢黑棋在这儿飞了一手，按道理来说白棋是要往这边走棋的。没错，对，那你如果真的被黑棋再一飞这个分开的话，白棋有没有自信啊能活？这地方倒是有点重，你比如说走这个，你走这个，他打你接牢，有没有可能这个刺就刺在你筋上了？这个有可能哦，这个会贴这个，对啊，嗯，总是有点急啊。嗯，这地方这里还有贴上来的意思啊。这个长号的下两手棋呢，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有点朝气啊不足，有可能呢长期的征战呢疲惫了。嗯，是因为前两天呢我们知道长浩呢在这个青海啊还在征战这个昌棋杯的半决赛，那么长浩他后来呢回来以后他就说啊，其实在青海他有一点这个高原反应啊，缺氧了，对啊，所以他在下那几盘棋的时候呢真的是有点晕。嗯，因为青海海拔还是有点高，可能大家的体质不一样。我们来看他实战是走的这个，我觉得哪怕不走，就比如说我现在先往外跑，对，是吧？对，往外跑，宁肯叫他补一个，我觉得这心情都有，但不愿意被他，哎，我帮着你补上。嗯，现在呢，他是走了这个。也许长浩呢，当时想就是多了这几颗子，也许对活棋有用，但实际上将来这还是一个要点。这个图形啊，黑棋所有的子没有一个废子，没错，效率超高。是。我总是心里有障碍。嗯，最关键我们看到确实白棋并不厚，并不因为这几手棋之后就变厚了，你还是要去补。这招棋当然也是中规中矩啊。啊，但是因为他最笨的话，侯、扳也是木啊，变大了。他这个跳棋当然是木。那么这个地方呢？他这回他看清了，是知道怎么攻击了。他本来你不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敢走这个的。是。一走这个，这里边后边自己要出毛病的。那么这个当然不能。这回他根本不是单点了，人家就直接给你冲完以后点。这回他看清了。嗯。压，他再长，再压，他再长。你还得接啊。还是得接回去。再一跳。啊。对呀，白棋整块棋是、哎、你看啊，这个棋你不觉得这个地方是有问题了吗？越加看出来了。嗯，这地方人家要补就是四目左右，是三四目棋，你干嘛去走啊？是完全没必要。嗯，你这一走人家看明白了，是你最起码这里人家有顾虑的时候，我走这个总有吧。嗯，总不一样。所以这几手棋呢确实显得损。嗯，而且这棋被他一跳，他开始占据主动了，而且让白棋呢就在这条缝里头在钻。黑棋其实这些棋都是有价值的，对，他一看尖出去了。嗯，尖出去
黑棋呢，我们看看黑棋啊，黑棋现在打这个，打这个，哎，接上，哎，他这个打也很贵，他打到你接牢，这是他的胜利。以后有可能你会提到那儿，万一现在就叫你不敢提，提了之后上边的利用更多更狠，你叫你不敢提，你接牢，那他肯定是便宜的。是的，因为这个地方的目数半目都没损啊，86。好像在为这个缠绕攻击做准备了一样，他再碰一碰你，他下得很自然，你要退，不敢动劲儿。现在对，还是要分开，同时联络自己。对，他有了这手棋，他不急，他这个地方乱七八糟还弄两个眼呢。对，这长号不断人家的，好像不足以平民愤的感觉。是，而且关键好像不断的话，你没棋下了有点。但是呢，被一断呢，这个地方的眼型又受到了影响。这地方呢，好像还是应该走这个呀。但是走这个，华老师他就是这里不走，走这个当然更好，总是走这个味道好。嗯。现在你走这个。从做眼的角度，肯定是你先走鱼形，被人家点在金上，这个地方彻底的变成一个眼都没有，是，对不对？嗯，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只有压。是的，这回他这个地方他是翻，哎，这你不会不能动的，他接牢，这是先手，是不是已经要为吃棋做准备了呢？他这在长长都是在。这个已经不仅仅是在争取时间啊，这地方本身就是先手便宜，而是先刺。他先去哪儿交？先刺，没错，就是他。哦，先刺这个哦。对，你只有接啊，在这儿一穿。对，你也只有马上冲。冲这个。再冲断，先手冲断。把自己的棋下得非常的厚，待会儿。你看啊，这个棋，终于。他向你动杀手了，因为这个地方你看他多厚啊，现在是，现在本身我们本来以为他有后势的，结果后势全没了。嗯，所以说刚才这手棋啊，我们看到这个二路这手棋不仅仅是目数的问题，嗯，其实接下来他的这个后续手段，嗯，我觉得嗯更加的厉害。他搬的时候呢，他是要先长的，他就退一个。他给你一条路是什么呢？给你一个虎的机会，死胡同。但是这手棋再一长，你不死得更快了吗？是，走这个，他就算长啊，你哪有口子嘛？嗯，走这儿，我就从这儿把你分开，对不对？整块棋确实是，就是只有一只眼，就是后手一只眼。是，啊，这个棋长号可能下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感觉到被他一长，他非要搭住。这个断他就不怕，搭住的话呢，程耀烨做一个准备，尖，我要吃这堆了。对了，你这堆被我吃了，你的空也不够，这堆你也不能让他吃啊。嗯，他必须要虚加他，他可以走这个，可以走这个，但是利用不更多了吗？全部都是先手，所以他要走这个。嗯，好，直接就断了，他决定咔嚓。哦哦，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是特别需要在这个时间，嗯，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把棋算清楚。他做了决断，嗯，他打吃，也只有打，再打，他不能走别的呀。再打，他接牢，他通了。哦，大家注意，这地方是没有顶的，顶我接上，你不用气，对啊，皮了我就。他一点都不怕。挡住。120，再断这个，打长接牢，在压的时候他连根，他都不让你搬，他还走这个，你还这头还有不活的因素，他来这个搬，直接断掉。这回你走这个不行，他要一起吃你，他就断你，他气比你快啊。打走，他一退，他是不需要断，他只要联络，他只要加过就可以了，对不对？是的。那么这一加过呢，他再做个眼。哎，华老师，刚才这个地方白棋能不能别走搬让人断，能不能走这个呢？嗯，咱们就不细究了。
这个被人一断的话，我觉得他的气已经没有了。对，咱们不细究了，对吧？这因为快食嘛，咱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一个，他就加过。加过之后呢，做一个这个眼啊，他这里已经有一个眼了，他是团住的。黑棋不让他做这只眼，这只眼大家注意，这一挤一扳，对了，一只眼。他然后哇，他是往下走，是，不坚决不给你眼。然后呢，这个地方一贴，他是贴住，这没有眼啊。他在贴住的话，他是借牢。哇，这两颗子给你吃，他要反打，把你这对了，你拔掉，他扑你，对不对？他一走这个，他一走这个，这一头啊，什么都没走出来。是，那就是一只真眼，一只假眼。这边一走，这一头他有预备，他挡住，这时候他打吃，看到吗？是的，他打这个的时候，他很巧妙的，这手棋是先手，呆病一手。大家看到，当初这些子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他的算路啊，的确是非常的，看上去那些不经意的这些招，他全有用。是，关键是这个地方呢，挖了下去之后呢，他就你看，当初他是为什么是团住呢？他这个地方他知道你跟这有连接，哎，你这个棋也有眼，对，也可能有眼，他是团在这儿。你这头一挖下去的时候，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你看一挖下去的时候，他根本不怕你。这有一颗子，对了，他是这样子，他这样团住你，对吧？是，他一挖，他从底下一打吃，他不能够吃这个啊，这儿被他一吃，这个连滚两下，棋也不见得，起码有一只打结眼，起码有个立下来有打结，对，他不干，他在这儿，他这个棋再走别的，又他走这个反而不舒服，是，他有眼，他补上。给你这个俩吃，吃两颗子，一只眼没有啊。当他拔的时候，直接就扑掉。对，你立我渡回，你立我渡过，什么都没走着。翻走这个，他渡过，什么也没有。是。然后最关键的是，这里要看这个。当他一走，这时候我这个病是一个先手，你只有走这个。对。那么我再把这棋走回来，你这儿冲我就退。对。什么棋都没有，白棋其实自身还没有完全活干净。对，自身这一块棋其实他没有活，他需要白眼。是，所以呢，你这个要靠冲这个，你又封不住他，那这个地方黑棋也聚后，最终呢到这手棋，就是这个是153手，长浩这条大龙，奋死，然后他就认输了，就算死了。我觉得呢，长浩这盘棋。恕我评价一下的话呢，这是燃烧不充分的一局。特别是华老师，可能刚才下面这几步白棋下的是吧？对，就是有点效率太低了。就是这个地方被程耀烨啊这么一拖，这么一连扳啊，好像就被震慑住了。没错，就好像不太会下了似的。好像道理就在人家这边，好像那中间也就没棋了。是，可能呢，长浩我觉得最近呢，他这个不断的征战，可能也有点疲劳。那么一个棋手呢，他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永远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那么有好的时候，必然有低潮。所以呢，最近也许是长浩该进行调整的时候了。但是你反观程耀烨，对不对？他的棋。你看毫不勉强，生龙活虎下，该打的就打，该走的就走。大家看到啊，这地方该挡就挡，该这里便宜两下，这个地方是这种该断就断，行棋很自然是吧，该滚你的就滚你，该脱退搬了退的就退，这边该走的便宜，就是说能给人一个什么感觉呢，他算路啊非常清晰，是脑子呢非常冷静，很自然流畅，对不对？自然流畅是有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没错，静的时候安安静静，他也没毛病，动呢
就如突兔了。是，所以这盘棋呢，确实我们看到陈耀烨呢下的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最终呢，陈耀烨是战胜了常浩，进入了阿含铜山杯的四强赛。是。嗯，那么接下来以后呢，我们还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这个阿含铜山杯的比赛。那华老师，您看今天的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棋友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